哦，心灵的文化中心呢，哦，心灵艺术季，哦，你看，哇，你看孙翠凤小姐都来演讲，魏德圣大导演都来演讲，嗯，恰恰，哦，大 boss 都来演讲，哇，好棒哦，还有花露露的市集，在利川流水市集，就是今天11月4号礼拜六早上10点，那现在下午。也已经2点半超过了。哦，还有生生剧场哦，下礼拜六啊，下礼拜六啊，还是过了啦，10月份过了，今天11月4号了。哦，异乡四季，一地万顷哦，好棒好棒哦。哦，好诶好诶，心灵文化中心啊。